所有的表演者，相信你们也从这次舞台剧中学习到，不论友情、爱情，或是任何生活中面对到的难题，从错误中学习并修正自我，在失败中重新站起来，用更积极的人生态度面对未来。这次的惩罚，他们也准备了超过半年。非常感谢各位对这次表演的支持，也因为有你们的莅临，才能成就最完美的我们。紧接着，让我们欢迎由高二为我们带来的大合唱。这首歌会唱的，跟着一起唱好吗？好。不要忘记你们的手电筒，等一下有的举起来。最想流浪，耶！有人说我只能歌舞伎般，也许像对你一样。蓝色的雨伞，海棠那张是走遍大街小巷。我也是深的寂寞，抽到头也能让你知道。可能忙了又忙，可能伤了又伤。去上战场，将军的灵魂注定啊，那叫河川的时空长廊。耶，可能无数眼泪在夜晚长了又长，可是换来成长，可是换来希望，如今我站在台上。我不如将思念的工具珍藏了那一分钟的梦，忙了又忙，可能伤了又伤，
现在先看脚干影片。大家好，好，我其实今天没有准备要上台讲话，然后其实，好，我相信我今天不会讲太多话。我想说的是，我很惊讶，他们就是这群人，他们今天带给我的感动，我很难想象，有高中生流行音乐社可以做到像他们今天这个样子的地步。我今天真的非常非常感动，也非常投入在这场表演之中。大家给他一点掌声好不好？好，好，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那现在就请 Russ 帮我们讲几句话。以往我上来的时候都会讲一些很场面的话，对不对？但还是要讲一下，我觉得你们陈妈真的很棒，好不好？大家都很赞。好了，不是场面，是认真的。因为，我本来以为大家都是，因为认识他们的人应该都知道，台上的每一位干部其实都还蛮，这怎么说，含蓄嘛，内敛嘛。对，反正他们的个性都不是那种很外放的，除了新客猛啊，好不好？对，就是刚刚戴假发的那一位。对，就是他。对，除了他之外，其实我觉得大家个性都会是比较平静、比较内敛的。可是你看他们今天在台上的时候，都是非常投入在他们的表演当中。尤其是我觉得表情最让我感动的是月静，月静他一直就是笑着在享受这个表演。对，我就觉得最喜欢看到你们在台上是这个样子。OK， 那我就像我刚刚在台下跟你们讲的，我觉得我们不是要一场零失误的演出，而是要一场有情绪、要能够带给观众一些东西的演出。那样的演出才是有温度的。不然我们在家听 CD 就好了嘛，对不对 ？OK 哈，好，所以我觉得今天你们真的都表现得非常好。其实我觉得看到你们真的长大蛮多的，在以前的去年的惩罚，一直到现在。对，那因为今年我没有参与太多你们的一些准备的事情，对，这我觉得蛮遗憾也蛮可惜的。但是我觉得真的让我蛮讶异的 ，OK 吗？给自己一个掌声。
在第七届，第七届你们真的也是太让人讶异了，你知道吗？你们一定要好好努力，因为我觉得之前有跟社长稍微聊过，我觉得社长是一个蛮有想法，而且做事情作风蛮敢，然后又很得任何的人。OK， 那再加上我觉得你们整体的氛围都很好，今天看完你们表演，我会觉得你们前途真的无可限量，我很期待你们明年的演出，好不好？加油 ，OK 吗？啊，记得哦，因为能力很强的通常都会比较可能太有想法会分裂，对不对？哎哎，所以千万好好相处，好不好？因为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变得很厉害，可以吗？好，那鼓励的话就说到这边了。OK， 现在是属于我们幸福留音的时间了。OK， 好，因为来我们底下有很多的老人们学长姐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一直都让我非常非常欣慰的事情。你们知道第一届的大社长在后面吗？我从第二届上高二的时候开始带，带到现在已经第七届了。第七届只有见过我几次而已，其实次数没有很多。OK， 那其实这是我最后一次可以名正言顺的用指导老师的身份站在台上跟大家讲话。对，那虽然说我已经交了那个，不会，我会不会，我已经交了1000字的报告在那个场刊上面，有没有？太晚了，对不对？好，我真的写了很久了，那都是我的想说的话。那我觉得有些东西我还是想要放到台上跟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从第二届在吗？有人在吗？没有，太伤心了吧。好，那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大家都在，对，除了第二届，第一届也在。然后你看，其实我们一路走来，谁可以想象我们当初是一个没有办法办惩罚的社团，对不对？谁能够想象我们当初可能招社员的时候，都还可能面临会不足，人数不足，然后有可能会倒社的状态？可是今天我们一点一滴，每一届一起努力到现在，我们有这么多观众，我们有这么多的学长姐，我们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好好的发挥我们的东西，让大家听得到。对，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真的非常感动的。那其实我一直都很希望我是个可以跟，虽然说不一定教的最好，但是我会希望我可以跟学生是最好的老师。对，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看得出来，但是我也得跟大家很坦诚的，就是说抱歉，是我其实一直觉得我没有做好的地方，是我给你们的时间不够多。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没有办法在每一步都陪着你们走到这个地方，这是我最遗憾的。所以在去年。对，在去年我跟大家讲说我可能没有办法再继续带的时候，那时候我不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你们的社游嘛，对不对？然后当天晚上入围圈就传了那个讯息给我，你知道你害我哭一整晚，我真的在那边哭一整晚，那时候整栋大楼只有我一个人，我哭了一整晚。对，好了，我真的对，哎，被我讲到没电，好，没有了，我真的也很舍不得，每次社课。学长姐回来看大家的时候，我就是我们聚在一起跟一家人一样。那每次都会让我觉得我想要退缩，就是我可能要跟你们讲我没有办法带你们的念头，就这样持续了一年，反反复复，到最后好不容易我才把这件事情讲出口。对，然后我觉得真的要离开你们真的非常不容易，你们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OK， 你们永远都是我心目中的幸福留言，不管过几届都是一样。OK， 好了，那 Russ 要在这边跟大家下台一句话。加油，好不好？明天再回来看你们 ，OK 吗？加油！好，然后谢谢在场的所有的观众，然后还有我们的表演者们，还有工作人员、叶大哥、灯光师，然后摄影师。对，我们今天有这个完整的表演啊，还有最厉害的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也是心腹的，为什么站在台下呢？哎，不，你也是心腹留音的嘛？对，是心腹留音。好，主持人真的很厉害，对，他们今天超级好笑的。之前是，好了，很感谢他们回来帮忙。今天有真的有他们点缀，我觉得整场的秀都很有趣，很活泼。对，然后你们是不是都很喜欢 Wiki Boys？ 一直在，很棒嘛。好了 ，OK， 那今天我觉得在场的这些观众、工作人员、表演者，今天有这场好的秀，其实缺一不可。你们都是很重要的一份子，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在这边跟着第七届、第六届、第七届一起。谢谢大家，好不好？谢谢大家来到这边，谢谢。我是流行音乐社第六届场庆赖恒文。
我是流行音乐社第六届文书兼总务吴月静。我是流行音乐社第六届美学余佩璇。我是第六届流行音乐社美宣孙诗婷。我是第六届流行音乐社第六届公博林凯玉。我是流行音乐社第六届活动杨浩勋不是新客盟。我是流行音乐社第六届公关胡立文。我是流行音乐社第六届教学潘嘉瑞。我是流行音乐社第六届副社陈松浩。我是流行音乐社第六届社长白宇灿。我要讲话吗？刚刚 Russ 都讲完了，就是谢谢今天来的每个人，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工作人员，就是我们意见超多，然后还好，就差不多这样。然后现在第六届流行音乐社下台一鞠躬。大家好，我是流行音乐社第七届场系邱一翔。我是流行音乐社第七届文书黄彩珍。我是流行音乐社第七届总务蔡佳。